作者拈花惹笑，演播一刀苏苏，一种侃侃，后期制作千雪。第1606集。哎呀，是是是是。掌柜连忙拱手。姑娘要是没什么吩咐，小人现在就去准备。凤九儿摆了摆手，准备2间便可，男的1间，女的1间。啊，是。掌柜再次拱手，转身离开厢房。乔木在关上房门处收回视线，伸手将凤九儿手中令牌取过。皇后娘娘给你这么好用的令牌，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本来没想过一直利用皇后娘娘的。凤九儿目光落在令牌上。事情就这么巧，一转身就遇见了，肯定要进门看看的嘛。他微微抬眸看向乔木，我欠皇后娘娘越来越多了，这债以后你来还。你没病吧？还债这种事一般不都是你来负责吗？虽然你很没有良心，但你说的也是实话。凤九儿翻了翻白眼儿，有些债我能还，可皇后娘娘的债你来还最合适。凤九儿轻轻拍了拍乔木肩膀，含笑道，我答应过皇后娘娘，给她带回去一个又美又贴心的儿媳，这事儿只能拜托你了吧。哼，再说吧。怎么想人家啦？乔木抬眸看他一眼，你不想你九皇叔？想啊，现在爹爹找到了，我还想快点给九皇叔生个娃呢。哦不，一生生两个，一男一女，多好。你疯了，人家说女人怀孕等于一只脚踏进鬼门，你还想着一下子两只脚都踏进去，嫌自己死得慢吗？凤九儿抿抿唇点头道，也对哦，又不能剖腹，还是一个一个来吧。你呢，想给我三哥生几个？这家伙只要是他亲生的，给他生个猴子应该也会很高兴吧。乔木将令牌放在桌面上。我们家哥哥最容易满足了，好想看看哥哥抱娃的样子，他会不会一手抱娃一手抱着你哭啊。乔木不知想到什么，嘴角微微一勾，最后他轻轻点了点头，我想他会。很快掌柜回来，带凤九儿和乔木去看房间，两人也不挑，直接定下来，被告知这家店的袁老板最早也要明天才到，凤九儿找了借口出去溜达。两人去了最近的城门，发现有人在闹事。为何不让我们出城？赶紧开门。我们要出城。我们要出城，快开门呐。有军饷就可以出门，像我们这种穷人就不能出门是不是？不公平，快开门，我要告上京城。没有任何人可以出门，这是皇上的命令。一位侍卫首领大喊，城主没有要多余受任何军饷的意思，你们再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了啊。侍卫首领大喊之后，城门外安静了些，很快一个百姓从人群中走出来。我们亲眼看到有人出城了，你怎么说？对啊，既然是皇上的命令，是不是应该整个凤族百姓一同执行，不分贵贱？你们这欺人太甚，不公平。腰缠万贯的就可以随便出入吗？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今天不将手里的货物送出去换钱，一家人都得挨饿呀，确实不能出城，不公平。对对对，不公平，不公平。百姓举起手纷纷往前挤。安静，安静。侍卫首领大喊，肃静。首领身后的侍卫甚至举起长矛，但这一群百姓就像不怕死一样继续往前迈步。也是，自己的家人都养不活，他们确实不怕死。突然一阵马蹄声传来，众人回头快速让开一条道，一人一马在百姓中间穿过，来到城门处，高大男子坐在马背上俯视着所有人。究竟怎么回事？男子低沉的声音带着内力，让在场的人都脊背一凉，所有人都看着他，现场顿时一阵静谧。侍卫首领出来拱了拱手道，回将军，百姓要出城，正在闹事呢。公文没有贴出来吗？啊，回将军，都贴出来了。侍卫首领再次拱手，将军抬眸环视四周一眼。这是皇命，皇命也想违抗吗？不是我们想违抗啊，有人已经违抗了呀。为首的百姓大声喊道。而且将军，
说你这是皇命，小人就不明白了，为何有人连皇命都可以违抗啊？没有人可以违抗皇令。有啊有啊。百姓并没有退缩，他伸出手指着站在一旁有些畏惧的首领。我们十几双眼睛都看到了，他放了两个人出去，那不是军饷是不是啊？啊！男子狠狠地瞪着首领。他们给的钱足够就可以连皇命都不放在眼里，这究竟是什么皇命？将军，我没有啊。首领往前站在马蹄下。有。另一个百姓也站出来。我们几十双眼睛都看见了，你还想抵赖？我们也看见了。一下子百姓们都吼起来。将军，我们亲眼看到的。站在最前面的百姓大声道。富人就可以出城，为了丰富他们的家产。我们穷人出城，为了赚钱，为了让家里面的老小不再饿肚子，连皇命都是为了欺负我们这些穷人，我们为何还要遵守？我们为何还要支持啊？对对对，我们为什么要支持？枪的一声，将军突然拔剑，百姓被吓得立即往后退了两三步，将军长腿一迈，从马背上下来，他的剑刃却没有面向百姓，而是对准了跪在地上的将领，将领吓得弯腰，不敢抬眸。他们说的确有此事？没有啊，将军，真的没有。有！百姓大喊，千真万确。银子应该就在他身上。将军听见百姓的喊叫声，长剑一挥，挑出了将领腰间的布袋，乒乒乓乓，一下子大大小小的银子金子散落一地。请关注一刀苏苏的圈圈，有更多福利等你来拿哦。